Hello， 大奥情。那么今天转一下我们的 One Piece Bounty Lash 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今天的话，基本上啊，应该也没有时间爬到就是我们的 SS 级哦。所以最近的话呢，基本上下一个赛季开始的时候啊，泽兵会就是比较认真的先来爬一下，因为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回到我们那个 SS 级的这个怀抱了啊。这个每天的时间都超级不够的。那试一下的话，泽兵应该会先把它打上去，然后看一下我们就是下一次能够打多少。因为我平常都是只有拍影片的时候才会玩啦，所以最近的话呢，我们再找时间看一下能不能就是。好，努力的爬上去。那一样用我们这边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爬分组合来走起哦，来玩一下红法跟我们这个马可，来看一下最近的话，基本上红法跟马可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的这个立足之地哦。因为目前来说的话，蛮多场地都是我们那个谁啊，蛮多都是我们那个索隆跟我们的那个谁，索隆跟我们就是海盗的这个凯多啊，还有我们大妈的哦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红法杰克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存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队友是马可跟我们基德。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折法跟我们这个赤拳，然后这边是鲁布跟我们的这个啊，这个该怎么说呢？隐身黑吗？哦，就是我们这个会隐身的这个香吉士吧，应该是吧？还是那个什么？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杰尔玛的这个角色这样子啊、哦。好，来看一下这场的话是我们的和之国的夜晚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出好成绩了啊、哦。最近其实应该会蛮常爬的啦，只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的话，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，就比较少在拍。那没有在拍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没有试一下再打分。好，那我们最近的话，应该要再找时间了。太久没有打到那个 SS 牌了，感觉不是说那么的 OK 啊、哦。我们就继续努力加油起来啊、哦！来看一下很久没有玩的红发杰彻 O 不 OK 的？而这次对面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些那个新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来，再冲起来！其实红法好像还是蛮多人在用的，等一下，起码 C， 哎，没问题，哎，凯多，哎，宝贝，等一下，我们在这个场地应该是蛮没问题的啦，因为我们现在来说等级很高啊，这个。我们的这个红法好歹也是那个100等的，应该是很 OK 的。我直接来指导黄龙，好 KO。哎呀，可是拔很久啊，毕竟他是有额外的这个血量的，所以其实大妈跟凯多的这个额外血量真的都还蛮麻烦的。哎呦，我救他的另外一只角色居然是索隆是吗？要了个修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有那个？可是他还是有被我弄受伤啊！会闪一下，什么 C？ 哇哇哇哇！顺，好，去死吧！他下一只就是凯多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不是、欸，其实我一个人在敌方阵营这边一直玩，就对面我们自己好像都没有办法。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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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斩一下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哈哈，我一根还是没办法，他又拉回来了。好 ，KO， 可以，赶快再拉回来。可是他等一下又是那个，又是索隆，对不对？快快快快快快拔，快拔，快拔！哦，站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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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这边。我这边小心一点点。啊，完了，我被斩了，但是没事，我们全队都还在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事没事，这场应该 OK 了，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在那边镇守阵型，好险，好不好？赢了赢了赢了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两个，哇，最后一个还是被他拿走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四秒四秒。我刚刚真的撑了蛮久的，我天，天后棒是吧？没事，我来了，宝贝。嘿嘿，走，推出去，快拉！啊，完了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不是要输了？是不是要输了？完了完了，我还是觉得不要在这边闹好了，我要去拔这边上面这个，危险危险，拔一下拔一下。危险危险！哦，没事没事，赢了，好险哦，还行还行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
哇，欸，我刚刚在红发在那边真的是镇守了超久的，好险队友这边还是有那个帮忙做点事情，不然我们就完蛋了，哦。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先爬到那个 S 加吧 ，S 加的话，应该下一次要爬的话就会比较稍微再偏简单一点点了，哦。走起，没有问题，来看一下第二场的战斗啊，哦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场战场了啊，哦，来来来，跨麦几嘞，走起。对面也是红发啊，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影什么，应该是影杰吗？还是什么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。我们的漆黑的那个角色，但是会隐身啦，所以他夺旗方面的话也是挺麻烦的这样感觉哦。那我们这场有两个，有一个折法神社哦，但是没有什么夺宝手，稍微有点尴尬。哎，红发是吧？斩。先拔，好，那边就小心一点点。哦呦，对面这个红发很凶哦。起马塞，起马塞。哎，我已经先按那个顺身嘞，还是慢了点吗？可惜了。哎，其实最近的话，居然还是蛮多人喜欢用红发的，我觉得。应该还是蛮多人喜欢用红发，红发还是帅啊，各位。来，红发 and 马可走起。来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躲躲躲躲躲，加快加快。那个鲁夫总在那边嗨啊，那鲁夫总在那边嗨，他怎么不动了？我要飞过去他们的那个敌军阵型了，阵营了。哎呦！这钻石直接把我弄到一个烂掉，我的天！推出去，我的这钻石怎么那么难搞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nice， 搞掉。那我们要赶快去别的地方。哇，我直接被打飞！欸，他们有一个挂机仔，欸，两队都有挂机仔是吧？没问题，走起，躲，嘿嘿，五个先躲，再见了，师姐。哇，这边怎么一堆人？这混战哦，欸，不是太多人了。太多人了，我要先走了，交给赤犬了，赤犬爸爸，交给你了，我要走了。哦，快跑快跑 ，nice nice， 哇，折法神社的这个超大光波，直接把我弄到死。没事没事，这场应该也是蛮稳的，回血了回血了。现在那边踏久一点点，先那边踏久一点点，然后可以可以可以，守住守住。哇，对面那个地方好像有点尴尬。但没事，先把奇葩拉完就可以了。拉起来，然后飞过去。嗨，宝贝，我来了，嘿嘿，拜拜。走起！打飞，回来再拔旗就没问题了，哦，可以，第二场也是顺利的拿下了哦。那打完应该就可以升到 S 加了。S 加，然后就离 SS 不远了，各位。他应该是只剩下一点点时间，对不对？还是其实如果我们明天早上、明天起床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机会啊，各位？明天起床有没有机会可以打啊？我先看一下剩多久，我们待会应该可以再打一场，然后打一场看一下会不会赢这样子。他说剩下九个小时，对，剩下九个小时。我起床之后的话，应该是八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，所以也不一定，好不好？但没关系，这场先赢。那如果真的明天有比较早起来的话，就 OK。他说十二点以前吧，对不对？哦，来看一下第三场比赛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啦，来看一下哦。这场如果输掉的话，那应该就比较难，就是爬到 SS， 因为我怕我一睡觉之后就起不来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下个赛季开始认真玩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再玩一下，就是一些大家好像比较常玩的一些角色吧，比如说朗明哥啊，多佛啊，或是我们一些角色。其实有一些角色大家好像蛮常玩的啦，然后我自己也是蛮想要玩的，我觉得到时候可以玩一下，就是那个影，就是刚刚那个就是蛮常出现的那个影子的那只。他可以隐身啊，哦，对夺宝来说的话应该是蛮方便的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
罗杰，别闹了，顺，先把他砍死。去死吧，卢！哎呦，这边怎么一个罗杰？哎呦，怎么有一个罗杰？哎呦，我怎么在他面前直接被打死？我原本是想要顺一下的，结果没顺起来，腰了个修。等一下啊，来，马可继续走。这场我们没有什么那个哎、欸，防守者哎、欸，笑死。干嘛 ？All in， 被 KO 掉。OK 吗？这个是索隆。哦，这是我们自己的。哈哈，我以为是别人的。OK， 五个了，五个了，各自守各自的，加油加油。啊，那这边应该要守哎、欸，忘记守了，八七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们刚才那个 King 是过来，然后是被弄死了。好，你把他撞死了，可以。来来来来，赶快守一下。没问题，我们的守好守好。哇哇哇哇哇！这很混乱哦，这个画面。飞一下飞一下，小飞一下小飞一下。哦，赢了，呼，快，没问题，快很准啊、哦，直接获胜，谢谢大家啊、哦，舒服。好，那目前来说的话，这场赢下去的话呢，应该是，其实有机会，就是如果再打几把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的。我先试一下，尝试一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下一次应该也是从 S 或是多少开始爬吧，因为这一次的话就是比较后面才开始爬，所以就比较可惜一点点哦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下一个赛季再来努力啊。每一次好像都这样讲哦。